YouTuber 奎丁拥有火辣身材以及不做作的性格，让他收获高人气。近日，奎丁在个人 IG 一连发了多条现实动态，透露在国道上行驶时遇到前方车辆紧急刹车，虽然他及时停车，却遭到后方计程车追尾撞上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他的新车左后方被撞凹，周围出现多处小凹洞，而计程车的遭遇也同样惨烈。到了警局后，奎丁询问在这种情况下前方紧急刹车的人是否也会承担责任，却被告知如果没有接触到前方急刹的车辆是无法追究责任的，因此只能认命，让奎丁和司机大哥无奈直呼遇上三爆只能算他们衰了。不过他不忘苦中作乐，带领观众们一起开向国道警察局，笑称是国道警局出体验，态度相当乐观呢。